尔滨呢，我有点不认识你了。这个知道这个哈尔滨这个冰雪大世界特别火，然后我也是特意去，然后也是因为录了一个节目，然后去玩了一下我们传说中520米的大滑梯，然后还有摩天轮啊，就还是特别好玩的。说有这个气球了，有这个土耳其的气球了，然后还有这个驯鹿呀，就很多很多可能之前没有那么积极出来这种营业的这些小伙伴们吧，然后看到了来自南方的这个小土豆们，还有这个南方的朋友们，我觉得我们哈尔滨也是拿出了我们最大的热情去招待大家，我觉得特别的感动，然后也希望更多的人然后来哈尔滨，喜欢哈尔滨，爱上哈尔滨美食，爱上这面的人景物，我觉得哈尔滨是一个特别值得大家来玩一探究竟的地方。推荐美食呢，我肯定是最喜欢的锅包肉啊，特别喜欢吃锅包肉。然后我是特别喜欢去虎林园的，因为我觉得大猫特别可爱，也特别有意思。每年其实我回到哈尔滨的时候也都会去，无论说是夏天，我冬天还没去过，这次可以去看一看冬天的小老虎在干嘛。